目前现场在芦竹分局外设派出所及交通分队员警全力疏导下，已排除道路障碍，双向车流于9:30恢复通行。芦竹分局呼吁行车前请确实依照规定检查车辆各部位机件功能，常有损坏情形应急更换零件修复，切勿冒险行驶上路，以避免危害用路人。